造一个，造一个重心在右边，然后伸缩者，首先是一个支点，然后上面是一个横杆，全是发动机。它的右边是放重物的地方，然后左边是伸出去的。好，不行，轮太少，直接翻车了。轮太少，大轮，这装个大轮。好，然后弄一个伸缩支杆。我好像卡了，确实卡了。嗯，好了，来，你把我这屏幕让出来，我现在把你这一堆东西放一边去。等，现在屏幕都看不见了。等一下再加重物让它平衡。没有重物吗？哎，这关不让用秤砣啊。右边挂一个尽量重的东西，就是椅子。再挂一个，引擎就不需要装电了，是这个东西啊。看这个杆可以无限的伸长，这样如果把它架上，是不是就？上头还没有拨人可以走的板儿，原来这东西它没法行走啊！不行啊，对，这个改了，用按钮控制。那上面东西我已经拿了，赶紧到前面来。上面东西都拿了。对对。不是显得我就没事干了。开着你那个火箭车就。直接就飞越黄河不流泪。
伸长，然后再伸长一截，这不就能跳过去了？我操！走，哎，正好。这只是得了个贴纸。